G7 开城互掐大会，马克龙放狠话，默克尔泼冷水，特朗普，我先走了。原创，长安观察。这个周末，世界的东西方都很热闹。中国青岛、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召开，加拿大魁北克、七国集团、G7 首脑会议也拉开帷幕。有意思的是，大会同期召开，画风截然不同。青岛这边，你好我好大家好，魁北克那边，你掐我掐互相掐。中俄定调。连日来，普京在中国媒体刷了屏。启程中国前，他接受专访，分享了与习近平主席的深厚友谊。习主席不仅陪普京过生日，还喝了杯伏特加，切了点香肠。普京认为，俄罗斯梦想与中国梦异曲同工，对中俄关系以及上合组织扩员后的前景深表期待。8日，习近平主席向普京颁授首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根据法律规定，这一勋章授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为国家最高荣誉。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中俄互动释放了浓浓暖意，某种意义上也为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定调。其实单从本届峰会的参加国就已经能够看出合作共赢的大趋势，比如新成员印度与巴基斯坦将同台亮相。要知道，这对近邻可是冤家，自打分治以来已经发生过3次战争了。但印巴又是南亚四大陆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南亚的安全稳定离不开他们。经过中国努力，宿敌终于同台，双方将达成哪些共识，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比如伊朗总统鲁哈尼将在会议期间访问中国，这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此前，伊朗外长扎里夫已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世界都在关注伊核问题走向的当口，中伊互动显然传递出一种信号。已经有不少外媒分析表示，伊朗正从北京得到定心丸。一地鸡毛。太平洋的另一端，七国集团 G7 峰会正在举行，只是让人产生了大型车祸现场的错觉。打前站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因关税问题的巨大分歧不欢而散。主席总结中要求美国向总统特朗普传达关切和失望，提前到达会场的马克龙继续向美国放狠话，我们不要一个世界霸主。要知道，马克龙可被认为是唯一能与特朗普说悄悄话的欧洲领导人。而其他国家领导人甚至对七国峰会干脆放弃治疗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七国恐怕难以就公报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不发表声明也许是更为实在的做法。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行程中均无与美国方面单聊的安排。6国齐杠美国氛围浓厚，或许是为了避免尴尬，
白宫方面已经明确，特朗普要提前离会，给出的理由是赶飞机，准备12日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理念之别，两场峰会，两种画风，其实映照住当前国际社会保守分裂与开放团结两股力量的迥异发展前景。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两场峰会的主角，即有两个平台，中美也在传递截然不同的发展理念，以及各自对国际秩序的思考。近些年，中国始终在阐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涉及大家的事情要共同商量。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这是智者的思虑，也是时代的命题。上合组织就是中国方案的反应。17年间，它从安全独轮车与时俱进的发展为安全、经济、人文交流和对外合作四轮驱动。因为吸纳了印巴两国，从以中亚为核心区域向南亚拓展，成为欧亚大陆涵盖人口最多的区域安全组织。而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以观察员国或者联系伙伴国等形式加入，更是史上核地区包括了大中东地区的几个关键国家。可见，在全球热点问题的背后，中国正在竭尽所能地调停纷争，弥合矛盾。反观 G7, 本质上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其余六国围绕美国寻找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过去，他们一致对外，让其余世界心甘情愿接受领导，忍受盘剥。如今自家日子不好过，就开始窝里斗了。这反映出，今天西方国家的世界观依旧没有突破一己的利益考量。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通吃，零和博弈，最终注定满盘皆输。一叶知秋，透过两场会议的氛围，明眼人都能体察到世界发展之大势。我们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在分裂与团结、保守与开放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KR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WeChat Line SNS。 特朗普怒喷，没想到啊，哈雷竟然是第一个投降的美国公司。顶不住美国压力，各国纷纷举白旗，唯独中国态度很坚决。最新消息，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蚂蚁金服成全球第一。德美警告特朗普，若惹怒中国你就等住疼吧，他们完美掌握贸易手段。阿拉斯加渔民谈贸易战，让我们痛失中国市场，数十年努力全白费。美国要求所有国家11月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否则制裁。中国将打造全球第一条穿越喜马拉雅的铁路，尼泊尔人民欢呼不已。特朗普失策挥向中国的关税大棒，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因为特朗普口中的中国骗局，美国人早餐可能喝不上咖啡了。英媒，中国企业让沃尔沃起死回生。中国发现大型页岩气田勘探获重大突破。外媒，很难复制美国页岩气。美日媒先后发出警告，
阿里新零售正改变世界，欧美不研究就落后。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外媒，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小米香港 IPO 路演会场爆满，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乘苹果。美国影子无处不在， OPEC 大会背后的政治博弈。今日科技。